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。接着我们打开地图，传送到黄金的时刻，来到酒店大门。传送完了以后呢，首先往西边走。这个宝箱是第17，渡过你，然后下楼梯，走过来，左转，继续往西边走。这边点开启阀门，这里也是第一只侠鸟，黄金的金可安就度过了安宁的提算啊。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，往往返来，然后继续再往西边走，西边走过来左转，这里是一个王下一统。首先选第一个，然后再选第一个，选完以后呢，这边是第18，然后走下来，这里是第19。接着回头，我们来点一下哈罗变身，然后右转，这里点金物。进来以后呢，首先回头，这里点变回原样。变回来以后呢，这边是一个拼图，点调查。调查以后呢，一共剩两个碎片。首先西边这个，点一下普通攻击，然后将它打碎。打碎完成以后呢，回来这边捡第一个拼图，然后再点变小。变小以后呢，跟着任务指引，从刚刚打碎的这个地方钻过来。穿过来以后呢，看到一个火箭，然后这边是第二个碎片，同时地板下面这里是第二只折纸小鸟。然后坐火箭再下来，再回到拼图的位置。首先第一个放左上角，第二个放右上角，第三个放左边中间，第四个放右边中间，第五个放右下角，转三下，最后一个放左下角，转一下，然后这个宝箱就解锁了。我们左转回头往西北方向，然后再点变回原样。这边是第20号，然后打开地图，传送到上方甜蜜一隅。传送完了以后呢，首先回头往东南方向，这里有个板凳，然后抓一下，这里面是第三只小鸟。啊啊！喂奇了。然后继续再往南边走，这里也是第21号宝箱。接着回头，然后再往西边走，在这个车后面就是第22号。然后还是传送回甜蜜一隅。这次呢，不用转方向，首先往西北方向，先走到楼梯这里，然后再左转，这边是第23，然后回头再上楼梯，这里是第24，左边板凳这里点一下拽，然后就是第四只侠鸟。然后原路返回，先下楼梯，下来以后呢，左转往东北方向，求物敲打游艺设施，这里有个人，
然后在它的旁边也是点一下拽，这是第五只。哎，然后继续再往东边走，斯洛达柴油风味，这里也是一个闹钟，我来修复一下两件事。首先黄色这个拖到最左边，然后移动一下镜子，最后点两下橙色的，然后再点一下橙色的，那到达终点。这里是第25，然后点唤醒，接着继续往南边走，走过来一点左转，这是第26，然后打开地图传送到上方艾迪恩公园，传送完了以后呢，首先往东边走，在楼梯的左边，这里也是第27，然后继续再往南边走，也是在这一个车的后面，这是第28，然后回头先走到楼梯这里，接着下楼梯，下楼梯以后呢，再往东北方向，这边也是一个闹钟，首先左边这个移动到左下角，然后移动镜子稍微往右边挪一点，对准黑色的，然后再将中间这一根移动到镜子前方，这里也是第29，然后也是记得点唤醒，接着回来往南边走，年轻这里点一下调查，这是第6只小鸟，好好好，哎，然后继续再往南边走，这里是第30，汽水线口 Visa， 然后再往西南方向走，走到马路对面，时时刻刻美味时刻，这里有一扇门，门上面有一个，这里是第7只，这里要连续拽3下，然后最后一次是用力拽它才会出来啊啊 ！OK， 然后继续再往东南方向。嗯，走过来，这里是第31，有帮助的话，请多多点赞。